你就能看见啊？你咋又能看见啊？我这收到了，刚好满了呀！天哪，我后面看了一眼，我说也太香了吧？哪里香？没有，就是就像我们之前聊的那种是。不是，就是我写给你的东西跟你写我的东西好像差不太多。真的吗？嗯。我到现在还看不了呢。加油，可以的。你咋回？我来这么多天，我也没够不了七分。我怎么记得你是第一天我来的时候你开的心，然后今天又开着了。嗯，昨天开的。我昨天又开着了，羡慕。那然后呢？你去查看了谁的 X 档案？没看，我昨天没看，都惊到了。我打开那个信，我说嗯。真的吗？写信的内容都差不多。对。哇，那我好好奇啊。差不多吧，我觉得就是。